那么来个空手开飞机吧，看一下，看好了啊，帅不帅？现在飞机的引擎还在启动当中，哎，但是这个飞机为什么往右开？我操！那边有个直升飞机，打过来，来了，开直升飞机吧，来啊！这飞机好像螺旋桨坏了吧？是不是螺旋桨坏了啊？啊，我尼玛！飞总，不要了。其实他这个游戏可以无人驾驶的，可以无人驾驶。走吧。我用的什么电脑？我用的是组装47万的电脑，花了47万才搞了这个电脑，是不是有点小贵？其实对我来说这都不算钱，真的，47万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一毛钱吧，一毛钱随便你随便丢，随便撒。每天我都在我家楼下撒个几千万，很多人都过来捡钱。那什么飞机啊，跑车啊，包括这个岛，这个岛屿，这整个城市我现实都有，我现实中还有城堡，哎呀我操，现实中我还有城堡啊，各种城堡啊，什么要塞啊，啊军事基地，还有军队啊，我还有军队，跟很多的这个国家领导人都认识，很多时候啊，这个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，你们去全世界只要报我的名字，报楚河，你们只要报这个名字，全世界的可以打折，全世界打折，去哪都可以，没有人不认识的。然后随便这个找个什么，公安局啊，或者这个警察局啊什么的，都可以报我的名字。谢谢杨阳阳专业送的六六，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你老公是楚河送的3组188荧光棒，我们还有3800米。快到任务点了，只有做完这些任务，我们才能强化自己的肉体。强化肉体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可以这个变得更耐揍、更耐操。只有变得耐揍、耐操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这个夺得军事基地的这个空军基地啊，还有核弹发射井啊等等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就比如说，哎呦我操！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个男人啊，如果他有包皮。啊，它的丁丁啊，龟头部分它就会非常的敏感啊，然后稍微的几下摩擦呢，然后它就会喷涌而出。当它割了包皮之后呢，它就会这个饱经摩擦啊，然后就不会有那么容易这个喷涌而出了。所以说我们主角就相当于没有割包皮的人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做任务就割了包皮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肯定无敌了，无敌于天下了，想他妈搞谁就搞谁。我的，你居然敢撞我，下来，这个车我的了。老逼头子，飘个鱼，呜，飞！这边我准备冲山冲上去，因为冲山比较帅，不走寻常路。好吧，这车翻了，没关系，不要了，用到这里就可以。我们要去对面那个海岛，肯定要抢一艘船。哎，那边有一艘船。哎，我操！原来这是根石头，这不是船。